餐啊，跟早餐一起吃吧，这应该算吃过啦。好啦，大家午安。没错，我们要来挖这个了。妙金应该不会挖很多啦，因为今天想把主导改一下。哎，有看粉砖的那个吗？粉砖的照片吗？是昨天关掉后就没有什么再挂这个了，所以物资少少。这就开。空岛盖深怪塔真的超有成就感的，很有感。叫你喝水，叫你喝水，叫你喝水，就叫你喝水，给我喝水。今天应该会盖农场跟养动物的地方吧，我在等牛出来，这样才能有皮革，不然杀马也可以，只是啊，找地方养。安安呐，哎咻。啊，总之先来挖矿吧。选项按键设定，再挖一下下，我们就开始欸，我的石块咧，哦，在这里。想看羊被树打，已经过了。然后半夜在种树苗的时候，突然羊被打死了。午安啊。今天晚上不会跨年啊，所以会继续开台。所以如果没人陪跨年的，可以来看看我们的台。弓箭传说今天送100钻，哦，还有自动钓鱼机啦。我本来想说怎么办？我好像没有经验的来源。后来想想啊，不对啊，不是有自动钓鱼机。因为盖深怪塔的话，深怪塔除非就是我把那个放个方块卡着它，这样子挥怪。可是我现在只那样子挥怪的话，效率会很差。因为是3×3，所以我要一直绕着打。死亡爆炸，死亡爆炸，好。
一起跨年，应该是跟巧克力吧。目前看是巧克力还有小雨。那其他哈记团团应该他们就是一起去跨年。哈记跟团团手牵手一起跨年。然后我装了砍树插件啊，不过我那时候装的砍树插件是，你砍多少木头就是斧头耗多少耐久嘛。可是我刚刚砍了，发现说我的斧头耐久竟然不是等比消耗哎、欸，让我有点想说，嘎，我是不是装错了？我真的很不会装模组，昨天也是跑去问云月他们怎么装的。然后后来下面这边应该也会清一清，不要每次跑下来跑下来，好累哦。我本来在想要不要剪片，可是上礼拜的那个啊，天空方块无双，我几乎都在乱呢、欸，没什么好剪的。我觉得这画面，好像又还好，动不动就是突然死掉啊什么的，就好像还好吧，没什么好剪的。就想说算了啦，开台啦，开台啦。然后我在想，既然我的斧头不会坏，那有没有稿子不会坏的插件？没有啦。这样子还是要盖经验塔、欸，就只是经验塔不能有蜘蛛了。那经验塔要盖在神怪物资塔的另外一侧，不然怪抢到生成。对啊，我们就是两个人带着物资跳下去，就那一段啊比较好笑而已啊，其他就还好啦。其他就没什么好看的地方啦。
那 GIF 还要找音轨相同的地方剪出来，有没有？哎呦，其实真的可以就剪这一段出来啊，就是挖石头这一段而已，这样子，然后就播个一个小时，然后假装在玩游戏，实际上是在播音乐。可是就是要找两首音乐来听，就是一个是影片播出来的声音，一个是自己播歌的音声音，这样子。我想说，我家下大雨哦，游戏里面下雨了。啦啦。你有两只手机哦，哇！好了，我的弓箭传说刚好滑完一场大概三个稿子。好，这挖完我们就开工，ATM 模组包还可以啦，有机会会再开吧。选项，我要怎么调说 ESC 这个画面不会卡停住啊？按键设定。好了，开工。我现在要做什么嘞？我要黑橡木。黑橡木要用那个，这两个树苗换一个荷叶，两个荷叶换一个丛林木，两个荷叶换一个丛林木，所以我要两个树苗。你看哦。照理说有装那个砍树插件，不是斧头的耐久度会很大一格吗？坏了，等一下要重开。你看斧头的耐久没什么在掉欸，我是装错啦。哎呦。然后尤其是砍这种，应该是耗更这把斧头应该直接爆，结果没有，装错模组啦，选项。天气，
好嘞。你说合作用空岛模组包吗？没有，应该是不会用空岛啦。才想撒的，结果长出来了。可是这样子，我要怎么养村民啊？来自村民僵尸，这砍树插件怪怪的，每次都要重开才能有用。哦，看到猪肉了没有？真的不是我骗人哦，这些树真的是会吃肉的哦，有看到了吧？我没骗人哦。都会在我没看到的时候偷吃。我才想说怎么不会长树苗，分开种好了。低吧。对啊，可能是没有装完整啊，不过这样也好啊，反正这个重开就好了，还 OK。不影响太多。丛林原木。丛林原木加蕨类，丛林，橡木。那橡木、原木加石头等于粘土，粘土加蕨类等于绿色燃料。草地这个我还好啊，我不需要啊，比较需要是泥土，那这个可以先缓缓。泥土加矿等于海灵晶体，加石头等于碎片，所以我要12个海灵晶体，我要很大量的铁。钻石、蕨类、绿宝石、绿宝石加速等于速，反正有自动钓鱼机加那个磨砂机就好了，就可以钓一大堆速，把附魔洗掉。
有个小知识，就是丛林素描比一般素描掉的几率还要低，所以你看完全没掉，超亏，气死人啊！这个也要继续种，这个不种的话，